见分晓。我很聪明的在边走边打牌，好了，好音乐，我不好，闭眼睛，低头，犹豫一下，走近一点，那你会选谁呢？哪一位？就是幸运的那个女孩，到底是哪一位呢？我现在真的很开心。其他的熊不让我求我刚刚有稍微看到你那个眼神。我刚打开啊，不是你们好贞子，它都是一半头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很糗，因为我发现我以为我真的被选到了一半。这个演唱会要抛媚眼，第一幕是要抛媚眼，不要耍我啊，很可爱啊。为什么选 Apple？ 音乐，就感觉就是第一眼的感觉还不错，然后最后的告白，效果蛮强烈的，对你感受是很强烈的，算比较特别。iPhone 呢？很高兴啊，看我的两根吸管就可以一起用。来了，现用看看，现场就来了，零矿。拆吸管呢、啊，两根，我看一下那种感觉是怎么样。插一插，插一插。啊，只剩一根了。对。一根，要不要弯一下？不是不要太大，太大。啊，来，两根这样子 ，Channel V。各位嘉宾看，来，特写。哇，对看。互相点头一下。浪不浪漫？浪漫，太好喝了。下次呢，大家还会期待。没有，我还在想很多绝招。赶快回家想一想哈，来，麦克风给我，奏乐，手牵手，走慢一点嘛。精心策划之下，不然得到咱们炒米的 heart， 恭喜两位速配成功。刚刚选择二号的，现在呢？请起立。哎呦，苏烈，苏烈，来，请苏烈带着你的礼物啊，来拿着。准备，小杰，那你先了，你先站在这里。好，来奏乐了。来，你好，这是我比较喜欢吃的罐头，是鲔鱼罐头，不要笑。然后，因为我平常、啊，这就是我代言的那个。不是啊，我说是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吃罐头，可是我每次都打不，就是不好打开，因为我会怕刮伤自己的手。然后我希望你以后我想吃的罐头可以，就是由你为我开，然后我可以躺在你的沙发，就是为着我吃这个罐头，我们一起看，边看电视边吃罐头。你刚刚的眼睛充满了什么？耐人寻味啊，像飘眼那样。好嘞。Hello， 我的名字叫洛斯琳娜。虽然我是第一次，刚新来的新生，所以都已经语无伦次，不好意思。但是呢，第一次就能看到你，我真的觉得很幸运。然后这个是我准备的小礼物，是
钢笔，所以呢，你以后不管去哪里考试，或者去上学或去工作，都能带着这支笔，我会带给你幸运，希望你能跟我做朋友，谢谢。你好，妈妈。虽然你的那个之前那个兴趣很奇怪，不过我觉得你的兴趣很奇怪，就是那个反串那个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可是我不会介意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找到同好可以跟我一起去逛街买衣服，然后呢，就我准备巧克力，希望我们能一起分享，谢谢。可爱可爱，好了，你要稍微考虑一下 ，slogan 都知道吗？三。二一，请你跟我做朋友。告白一个比一个肉麻，咱们二号阳光男孩的 Hank， 他会选择谁呢？工商服务一下，别走太远了。听完三位妹妹的真情告白，咱们二号阳光男孩的 Hank 会选择谁呢？看下去就知道喽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急，你急什么？你要我们收视率这样子，快酝酿一下。好，今天新来的同学击败了两位老鸟，为什么选他？因为他新来的吧，所以他看起来很诚恳，很真心，然后准备的礼物也很精致，很好。感觉怎么样？我都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现在心悸耶，我心跳的好快哦 ，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你刚刚在讲话的时候，我一直听到小杰什么？你自己刚说什么？他们要看礼物选的，不爽了，不爽了，生气，老师生气，为什么生气？他们要看礼物选的，我只是没有包装，对吗？你来过啊？好，小弟生气要哭了。你们怎么反驳？他讲话真的比较诚恳，你看。我们不诚恳吗？不要这样。你为什么要生这么大气？干嘛？我们不诚恳吗？我们礼物也是精心很久，好不好？香港先处理这边，婚证结婚要先办，离婚等一下再办哈。那麦克风交给我了，周月，首先走。等一下，在你们两个牵手的同时呢，请往你们的两点钟方向看一下。虽然得不到妹妹们真心的祝福，没关系，我祝福你们两位，恭喜速配成功。这边还是要处理一下。不要这样看东西选了，现实鬼。怎么突然一种脸红脖子粗的感觉？罐头好吃，好吃归好吃，但他刚刚有讲到强调就是。他觉得他们讲话真正都要表白，人家我们只是害羞嘛。你只跑步吗？好，谢谢两位。啊，不要气了哈。哎呀，真的，这箱子还要排解纠纷。三号向前一步走，紧接着选三号的，请起立。哦，够够，对，压力大，请出列。爆，绝对是爆！跑票严重哎，这个跑票很严重。要看这个，来麦克风，彤彤。你好，我在干嘛？谢谢。啊，没给我。都有了吗？来，往这边站一点。谢谢。好，彤彤，那你就算是资深的学姐。哎呦。好不好？你先来了。好。